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真的好好玩呐，好有意思呀。蜘蛛侠呀，电灯坏了，我们得先找到端路器呀。嗯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嗯。僵尸呀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我就藏在这里吧。蜘蛛网，天哪，蜘蛛侠被僵尸刚刚攻击了。这可不行，看来我必须使用冰魔法了。Yep. 冰魔法，地板结冰吧！哈！艾莎，灯突然熄灭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钢铁侠出大事了，刚刚出现了怪物，赶快让灯亮起来。什么？出现了怪物吗？现在没有时间了，我们赶快去吧。好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？进去看看吧。明明听到这里有声音的。对呀，就是这里啊。这是什么？钢铁侠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！这可不行，我得阻止他。呀呀呀呀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不到呢？天哪，钢铁侠也受伤了，这可不行。我要用这个乐高弄破怪物的身体。怪物真的爆炸了，太好了，现在去上面看一下。那不是美国队长？队长，队长！艾莎，怎么回事呀？队长，帮帮我，出现了怪物了！在怪物出现之前，要赶快把灯打开。场上雾出现了。小心点！艾莎，你快点想办法。知道了。
重新亮起来了。我们把怪物都打败了。